石英元件，这好像一颗心，人的心脏一样，这颗晶体停震的坏掉，那等于说人的机能中好像心脏停止，就再好的机器都没有办法运作了哈。那也说它虽然很小的一个零件，但是对客户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key part 哈。所有的通信系统里面呢，都需要用到石英元件啦。早期的3G 啦、4G 啦、WiFi 啦，这个到现在到5G 来，那还有说我们的蓝牙，这个都是在晶体上必须去用到这样的一个频率控制的一个元件了。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去诟病了，就是目前的日本西华，它有很好的掌晶技术，它有很好的一个产品技术设计。前端我们的生产跟后端的服务，后台的服务这两端，那我想这一块就是在我们整个西华公司它的核心技术。我想我们是一个用微机电器生产的音差的一个产品哈，那音差产品就是它属于计时的，那这音差产品呢，在台湾只有西华在生产。目前在全世界里面能够做这样生产的，除了日本，那就是我们。通信系统都是未来的一个石英晶体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市场。我想团队在一个公司，不管是技术团队还是行销的团队，或者是管理的制造的生产，这个团队的人员的组合是经过很长时间在培养，对的人做对的一个团队，就能够做出对的一个产品。我们的愿景，我们希望说对全球这样的频率控制元件的能够是一个领导的一个厂商的我们绝对要做满足客户需要的一个品质。